即係我覺得而家個香港個形勢啦，即係好多嘢啦，令到我哋香港好多導演咧都會多咗機會去國內發展，或者係做佢自己嘅工作。咁多年嚟，對香港個電影關注係低咗嘅。我好希望今次電影裏邊咧有一樣嘢就係菲林，佢係經歷咗我哋香港最好嘅時代，亦都係發揮咗好多導演才華嘅理想啊。或者創意在入面，我哋大家都知道，面對個菲林時代結束或者係式微啦，但係對我哋呢班人嚟講，其實佢係有一個好大嘅功勞，我哋值得紀念菲林嘅存在，因為冇菲林嘅存在，亦都冇我哋香港電影咁好嘅發展。咁呢個係我自己當初揾各位導演嘅主要原因啦，因為我哋大家都經歷過時代。我好想大家集中力量，話俾新一代導演佢哋聽咧，我哋香港導演係好團結嘅。我哋一齊喺唔同嘅公司服務，或者係我有自己都唔同嘅電影生涯裏邊咧，我哋而家呢一班導演都係朋友，同埋亦都讓年輕一代知道，我哋香港電影個團結係最重要嘅。呢、这個故事裏面嘅題材，我都好希望係屬於香港，所以我當日設計嘅時候咧，就係四十年代至到二千年裏面咧，每個導演負責嗰十年，佢覺得佢想講嘅嘢。我哋唔係佢講嘅技巧有幾高或者乜嘢，希望導演自己想做自己想做嘅事，嚟去紀念我哋喺香港發生嘅嘢。用菲林製作十分鐘又係一個短片嘅形式咧，已經唔係咁簡單嘅事嘅，而能夠做得到呢件事同埋完成到呢件事，一個幾興奮嘅嘢嚟嘅。我好希望呢個組合做出嚟嘅嘢係令到未來嘅一代導演係有所幫助。Long ago